此，小姑娘若有所思。Fiesta， 哦，这我是迄个雷利的当派，哦，伊的体积还算蛮大的，哦，当派它的出口就是涡轮的排气出口端，哦，往这边下来，它第一阶段是金属触媒。哦，再来，它有两支涵养，哦，第一支涵养，然后这是第二支涵养，哦，第二支涵养，它这个就是影响到是否亮灯的关键，哦，因为它这个整体的体积，哦，它都是一体式的，哦，待会我们拍一下原厂，哦，现在正在拆原厂的那个挡派，哦，它连接到下方有软管，哦，以及这个接头以及吊耳的位置这样子，好。啊，即马拆装，咱就是顶头的防烫盖，哦，周边的物件先拢拆走，啊，再来做下骹，哦，伊的走向就是绕过咱的引擎下方安尼。啊，恁即马看下骹端，伊就是顶头，哦，这位就是涡轮的出口，哦，爱斜落嘛，到这，哦，到这个弯起哩，哦，弯的顶就是这部分，啊，这部分到顶端安尼。咱即马原装已经拆开啊，吼，就是看到伊这个排气的出口处，吼，啊，雷利的伊这内侧吼，内侧就是内底焊砖拢烧起来，吼，啊，毛哥有做抛光，吼，啊，即马就是剩下恢复组装的程序，组装已经完毕，我们等一下就是要上这个防烫盖，哦，让它恢复到原厂的外观状态。闻角声如醉如痴，小书生欲言又止，纸短情长写不尽相思，无处诉种种心事，眷恋一人却不知，缘分上千海山山来去，苦寻到山外故寺，旧一千指点一次，朝朝暮暮